同学们，我请几位同学上台来回答一下问题。一共七个小朋友，三个苹果，切四刀，怎么才能把苹果平均分给他们？那是我会，嗨，嘿，对，哈，这么快？那我们看一下眼镜的解法。啊，你怎么把四个小朋友切掉了？你以为你是刺客吗？想切后排就切后排啊！我看你该去后排罚站。王头还敢在下面笑，站起来，我考考你。已知一个圆的半径是3厘米，求这个圆的面积有多大？圆的面积公式是派 r 的平方。很好，看来昨天有认真听课啊。代入公式，圆的面积大概我脑袋这么大。你也给我站着。小品，下一题你来，这个等于多少啊？这么简单的题，做对就做对了呗，你们鼓什么掌啊？啊？